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看到的时候，请弟兄姐妹仔细听我所要念的。诗篇第77篇第1节，我要向上帝发出呼求，我向上帝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的祷，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我想念上帝就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，心变发昏。第十节，我便说，这是我的软弱，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名来。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，我要思想你的经验，默念你的作为。上帝啊，你的作为是圣洁的，是洁净的，有何神大如上帝呢？你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宝贝赎了你的子民，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上帝啊，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，深渊也都颤抖，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你的箭也飞行释放，你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。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于大水中，你的脚中无人知道，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接下来我们要请一军传道来证道。一军传道所要讲的题目是怀疑与相信。一军传道请。